因为我地板动作做贼丑，哇哇哇！哇！跳完我还是我吗？太傻了，抛掉自我吧，感觉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。 我们这个舞呢，是从头到尾，这只手就没有放下来，就它的中间，我的手就已经酸的不行了，就对于我来讲，遇到的最难的一个舞蹈。啊，天，跳不起来怎么办？太累了，哇，怎么办？完了，死定了！我想哭。 就我进我们团之前，我就从来都没跳过舞，这次就是跟着美琪舞蹈，我又是最难的，就忐忑，我又跳的都很忐忑，而且又是旁听生嘛，然后又要在现场7进3，就觉得压力很大。可以，但太多的重复变得记忆点就没了。 因为你们基本都在一直在做这些动作，然后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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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没有让观众有一个起伏感，你们都是会跳的，所以应该很好，可以做一些改编嘛。嗯，可以。你像怎么改编？有些地方可以变，真的很凸显那个地方是慢的，慢的，慢的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对对对，类似这样，好听，就抓那个，就会让他们比较有那个起伏跟找一个地方亮点。改了好多次。 然后改完了之后，让舞蹈老师又一起再改一改。我本来以为就是可以改慢一点，然后快，慢一点，快，然后就上完课之后发现老师越改越难，越改越快，我就跟不上了。直接特别短，后天就要彩排了。 就很不想拖，后腿。太快了。好了，我们起来之后，我们按这个来走啊。我们这个就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就是，你要吧？怎么了？你要不，原本站的对象。就你在这，金鱼在这。不用有压力，慢慢来。哎呀，你别难受，我这不也现在记不住吗？ 是吗？是吗？啊！哎呀，我想拖累你们。他是 vocal， 突然让他去来驾驭这首舞蹈，我就觉得其实挺难为他的。因为旁听生必须要跟着队长嘛，我选择了舞蹈，他就只能被迫来到了舞蹈这个队里边。然后，哎呀，就感觉他哭的时候，我挺难受的。 我选的也是太难的歌。我刚刚也跳完这个忐忑的舞蹈，将大大上一个台阶。他们将对你大跌眼镜，大跌眼镜，不对不对，不对不对，不对不对，不好，不是我想说大吃一惊来着。大跌眼镜，我也在，对对对，我也是，幸好没跳。我选脚声是因为平时练习的时候会比他们两个要稍微的好那么一点。好好做。嗯。就是美琪选的队员都那么厉害，然后我就肯定不能毁了这个舞台，所以我一定要多练。蹦、帕走的时候，就你转的时候最好是往前点。 这样也想把这次表演，就是表演好，也告诉美琪，就是他当时选我就不能让他后悔，不能让他失望。太快了，实力展现出来了，然后也没有被大家看到，会有不甘心，也会想往上走，谁都想做到最好嘛，谁想做到第二好？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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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很害怕下一次我可能就不会留在这个舞台上面了，就一定不要留遗憾，就是至少要让大家在这个舞蹈里面看到有杨冰的存在。哇，美琪好好看。好的，请各位创始人拿出你手中的点赞器，通过点赞器为他们点赞。点赞时间只有30秒，点赞现在开始。